你家这房子挺大呀。你是不是没话唠了？咱俩住隔壁，咱俩格局一样的。你还挺幽默。谁？我看你这身上都浇湿了，你换换衣服呀。你在这儿，我换方便吗？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又麻烦你了。你看这为了我，你身上都浇这么湿了。你之前加我时候怎么说的？不是说让我那个帮你吗？这不有机会帮你，我就帮帮你呗。再一个，我也没叫怎么湿。你别骗我了，我看看。哎。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。那个，哎，是正好我问你个事儿。那个我之前也很少接触女孩，你们这个做这个美甲这么长，对生活方便吗？嗯，方便呀。上厕所怎么办啊？上厕所那就正常呀，正常上厕所呀。那不得苦漏了。那你多垫几层纸嘛。哦，也是。哎，那个。你为什么有一个手指没有啊？那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它就是断了嘛，断了我就自己剪下去了。你哎，你好，到了呀。我在隔壁呢，我马上就出去。啊，开锁到了。啊，开锁到了。那走，我送你。那个。行，你这个衣服也挺湿的，你回去别忘换了啊。嗯，好，那你也换换衣服吧，衣服都湿透了。那行，那个，拜拜。那我们明天还能见面吗？